大家好，我是君元环保业务部协理林炫凯。这次跟各位介绍竹纤维制品的相关制造流程及资讯。竹纤维制品呢，基本上是从竹粉跟淀粉还有环保性的材质结合而成的。那当我们这个竹纤维制品的制程开始的时候，是由所谓的原物料，就是原材，直接进入所谓的铸料的料槽，也就是压铸模上面。经过上下挤压，然后脱模，在第二次压铸的时候，将贴花花纸贴在本体上面。当贴上去以后，再做第二次的压模跟上光。那上光上去，为什么要上光呢？上光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让材质跟这个用品能够长时间的使用，可以反复的你要清洗，还是说长时间的摆置，而不至于造成所谓的自动的分解，或者是说本体上的破坏。那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绍我们产品的制造流程及相关的资讯。